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《光辉岁月》的前奏。这首歌原调是 E 调的，我用两种方法给大家演奏。岁月这首歌对初学者来说还是相对简单的。刚刚我弹的是原调一调，现在我把它改得更简单一点，用变调夹到第四品，用 C 调的指法弹，这样更适合初学者学习。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一把吉他弹出两把吉他的感觉，就是独奏跟伴奏全部都用一把吉他弹，我给大家示范一次吧。